我怎样才能发财呢？旧年已过，新年已来，刷到这个视频的你啊，绝非偶然，请相信，有意无意都是天意。2022年，你将逆风散尽，时来运转。且听我细细道来，你将和故事中的沈万三一样，在新的一年八方来财，好运连连。你相信吗？老话说，时去金成铁，运来铁成金，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人纵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可自通。人如果走起运气来，那是钱在追着你，你不想发财都不行。就像老天爷给你强行摊派的一样，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认同的，让我们一起恭迎2022好运的到来。老话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也莫强求。一起来看看沈万三是怎么发财的。沈万三年轻的时候啊，不会做生意，做一次亏一次，把家里亏的呀，穷得叮当响。沈万三有个表哥专门做外贸通商，生意做得非常大，看到表弟如此的境况，就决定带他去海外一趟，顺便教教他经商之道。走的时候呢，他全身只有一两银子，于是就买了两筐没有熟透的橘子，经过远洋来到了波斯。船上的橘子熟透了，他就开始剥开吃，这香味啊飘到了守门的卫士那里，卫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香，就过来问他，这个东西怎么卖？语言不通，也不懂他说什么，沈万三就用手指了指，比划了一下，意思是你自己拿着吃。侍卫以为是1块钱一个，就给了他一个大洋，拿了一个橘子吃。哎呀，这么好吃！于是他又多买了几个，去孝敬总管。总管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什么，又好吃，于是让他多买一些，准备拿到宫里面去孝敬娘娘太子。他们于是拿着钱袋来到了海边去买橘子。这个时候啊，买橘子的人已经排成了小队，卖的还剩下一筐。那个总管就说，你这个橘子我全部都要了。他们这样比划那样比划，说也说不清，谁也听不懂谁说的话。没办法，总管最后就用一麻袋钱换了一筐的橘子，拿到宫里了。表哥回来发现表弟这么多钱，问清楚事情的由来，兴奋地说，你发财了，你这一下可发大财了。在返回的途中啊，他们遇到了台风，船就靠在了一个小岛上。沈万三没事就在岛上溜达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罕见的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心想，这个如果背回家当床睡，冬暖夏凉还闪闪发光，挺不错。于是他就把它拖到了船上。船回到了北仑港，有一个开店的波斯人非常的有钱，他看沈万三的这个贝壳就问他，你卖不卖？沈万三说，我不卖，我拿回去当床睡的。波斯人说，这样，你卖给我，我也不占你便宜，我把我这个店给你换你的贝壳行不行？沈万三一听就笑了。波斯人说，我不开玩笑，咱们口说无凭，立字为证。他们立好字据以后，这个波斯人就说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我吃亏了，其实啊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这个贝壳里面有6个黑色的珍珠，任何一个拿到我们波斯国，那都是价值连城的。于是这个波斯商人把贝壳带回了波斯，把这个店和他的家产就全部给了沈万三。老铁们，虽然这只是个故事，但是它却传递着正能量，给我们每个人美好的希望和启迪。故事告诉我们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也莫强求。一切啊，你要顺其自然，该来的都会来，该走的也会走，聚散不由人，得失天注定。所以你只管努力，上天会有最好的安排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2022年，祝您财源滚滚，好运连连。